占领这，请各位工作人员请复位，谢谢。是成这样概念啊。所举办的义民祭的开幕式，主办单位就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哦，在第一时间并没有给表演者雨衣哦。那么文化局在此也表达深深的歉意哦，致上最高的歉意，同时也向表演者、还有学生的家长、还有校方也表达最高的歉意哦。那么针对这一点，我们也未来也会深刻的检讨改进哦。那么在此呢，也特别感谢当天所有参与的表演者哦，在风雨当中也能够做出最完美的演出。那么文化局在此表达最深的谢意，感谢他们。当天是因为雨很小，所以我们觉得不需要，没想到雨越下越大，那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不方便，我们对学生也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不过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我想下一次有类似的活动，我们会有关的雨下雨的备案呢、相关的配备我们会备齐。不过有一些缺失，我想学生有这样一个建议，我想也是很好，也让学生学会对各项事情如何能够很负责任把它完成，事后再做一个检讨，也让同学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学会了这些经验，相信对他们的学习跟成长也是有帮助。